是尊主，今天5月16号，我们有做一个活动啊，我们朋友大家一起购买那些鱼滴，然后我们拿去放生，看到时候它可以活到多大。然后今天就跟几位朋友了，还有 William， 有看到看能活吗？能活就以后再放啊，对。今天不多啊，是我们拿了20只的鱼滴，差不多是1公斤的 size。我们打算养到这么大只啊，看能不能。现在我们要装海水，还有一个朋友一招，在那边走，我们走下边。set up 这，我们拿3个大桶，然后20只鱼滴分开放，差不多一个桶有7只、6只这样。所以我们不可以拿太多一次，它会死的。还要加一些冰，然后打气，一定要打气。我们拿了这些鱼，你1小时半里面一定要送到位置的，不然它会死去的。所以现在我们等着那个渔船的到来啊。他是在对面那个标准站再来不了。这位老板是鱼台老板，阿台老板。我们是跟他买鱼放生的，如果谁要买鱼放生可以找他，他的鱼台也是有给人家钓鱼的服务，可以你可以玩 Lightjig 啊、波动啊，全部都可以。我们鱼台差不多养有十种鱼啊。什么鱼啊，老板？那个龙虎斑、四斑，还有红鱼啊、金目鲈啊，还有安嘎丁、鱼滴、杭州，都对，鱼滴也有。还有银仓啊，永富仓也有，永富仓也有。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是换 gas， 因为我们有一段路程啊，怕它的 gas 不够，所以我们换新的 gas， 保持它 gas 有力啊，不大风的话鱼不会死。我要看一下几张。OK， 有了。我们真的是要谢谢一招帮我们很大的忙啊！所以他现在联络那个买 gas 的，如果没有他啦，我们很难做出这样的行程啊！你要有桶，要有气，那些要有车载，不然是我们很难办到。我们到了，我们到了，现在要放鱼啊！一招帮我们从那边摘来这里，等一下两头，看是不是放这条。
刺的嘛，有刺，就是他们有牙齿，我操，牙齿勾你。可以啊，这是 OK。嚯！行啊行啊，他们行啊！哇，真轻了。在这个河啦，所以就看接下来的两三天，看他们能不能适应这个河咯。希望是没有事啊。如果 OK 的话，他们适应的话，可以活的话，我们应该还会再放多几次。所以接下来就有给它生态好起来。所以纯粹你觉得还会活吗？我觉得是 OK， 我看它游泳 OK 哦。但是刚才我们放的时候有一两次是冲上岸，应该是水温的关系，它一时之间它不适应啊。都看咯，三天过后我们来看一下什么状况。如果下次要放的话，我觉得要慢慢给它新水温，拿一点水倒，给它水温该冷小灯，慢慢放。刚才是冷水，冷水直接倒进这边，太阳太热，这边会比较温。当然我期待那一幕炸水面。可能明天早早清晨的就在炸了。